我觉得最终呢还得看二狗的说法啊。好像据说能联系到麦兜本人的人整个梦幻不会超过三个啊，一个是刚才咱们说到那个商人，另外一个可能是佳佳，第三个应该是二狗啊。厉害啊，梦幻西游只有三个人可以联系上麦兜啊。阿斯会买吗？不会买，阿斯是不可能买的，因为阿斯堆的是雾爆啊，麦兜堆的是穿刺，应该问我能不能买麦兜的装备啊。我从内心上来讲呢是很想买的啊，但是当我支付的时候提示的跟你们是一样啊，什么该银行卡余额不足啊，请稍后再试啊。兄弟们他妈的很了解我吗啊。我发现兄弟们就是讲究，对不对，都没逼着我买麦兜的号啊，对不对，都知道老王买不起操啊，真的是啊。老王新的号改个名字，新的号 也暂时上不了场，名字啥的不着急啊。鞋子买了吧，他那一个鞋子啊给车卖了不一定买得起啊。而且我的装备还正好跟他的不太匹配啊。哎呦，这几天没上这号了，129的秘境降妖啊，一杯敬过往。队长啊，能带我吗啊，给你好处费啊，70万啊，好吗啊。我技能很高啊，不拖后腿啊。现在基本上厉害的团队都有物理系了吧，反正买麦兜哪个团队买麦兜呢都是一大波更新啊。麦兜的号插线麦好卖，肯定插线麦好卖啊，他的号插线麦，我操，这个团队买点那个团队买点几天就没了，而且插线麦每家装备都能卖上高价，关键是他整号卖没人能买得起，我觉得啊，吓得我赶紧打开了司机啊。不去了啊。真的，我还没开始装呢，直接就给我拆穿了啊。